老萧同行，股票要赢。各位朋友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的9:18，加权指数现在报价12948，上涨2点。那关键不在于这个2点，关键他在告诉我们台北股市今天整体上一直到收盘周五极度乐观，也就是说台股未来一周这里强劲看涨，你说那我扣脸台北股市在破底 OK 啦，那我把我看到了向大家做报告，那你就做观察吧。OK， 好，也许我是错的，但是呢，就数据来看，未来一周看涨，那今天呢看持续的上扬，那最主要啦，当然就看一个航运，不管是阳明或长荣，那再来在电子股的部分，当然是先看联电，再看台积电。那为什么这么讲？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为什么未来一周是看涨的啊？各位请看画面上，你所看到是过去就九月份以来一直到今天，现在已经进入十月，快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于是连结从九月到目前，上图呢是加权指数的日 K 线图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一根 K 棒代表一天，然后我们去观察什么呢？台股其实过去这将近快20年了，它出现一个结构性的改变。你说它改变什么？就是说每一周，那么台北股市呢转变成就是。在星期四会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变化，都在星期四，也就是星期四会告诉我们未来一个礼拜台北股市是看涨还是看跌。你说什么事？所以各位请看，我就把每个星期四抓出来，1、2、3、4、5嘛，然后接下来到另外一个星期四，不就一整周吗？那各位请看，也就是说每个星期四它会决定未来一周市场的上涨跟下跌。好，然后我在九月的第一周，我画出一条线叫14867，什么意思呢？加权指数一旦没有守住867，那一整周接下来讲，我现在讲说未来荐股资金始为进，资金替，从过去的案例，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久。好几年的时间呢，不是现在，就是说台北股市自从有了选择权之后，然后呢它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法人会利用选择权做套利，做价差交易，是吗？是啊，不是避险的，避险是框你的啦，他在做套利跟价差交易，所以每个星期三，每周三叫做周选择权，比方说过去这个礼拜三那是大结算，每个星期三叫写小结算，每个月第三周的星期三那个叫大结算，所以只要是星期三就是个结算日，每个结算就代表说过去这一周到今天因为结算所以它结束了，然后接下来展开一个新的开始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九月的第一周叫14687，什么意思呢？14687之上代表未来一周是涨的，14687之下呢它会跌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第二周叫14238，守不住238就再跌一周，虽然你不希望看到它一直破底，但是它就是再破底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紧接而来第三周，这一周是涨的，那这一周为什么涨？因为叫13556，也是它只要能够防守556，这一周法人不管是外资或国内的法人，他在接下来的周三在做套利价差交易的同时一定是往上走的。OK， 所以这一周是涨的。好，再来第四周来了。13856不就暴跌嘛，就大跌就重挫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这里要看的是那现在呢 ,OK 哦，那今天因为是星期五嘛，所以我们来看叫12805。为什么是12805呢？也就是说我们把过往每个星期四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就可以决定未来一周的看涨还是看跌。每周四，所以单看这礼拜，因为它已经结束了，这已经星期五了。好，各位请看哦，昨天星期四加权指数昨天的最高点叫12912，最低点呢叫12698，所以它告诉你，台股只要在805之上。从星期四接下来开始，一直到下周三，这礼拜大概过去看起的 ，OK 啊，就是说这里会有一个反扑，这叫第一个。
第二个，加权指数现在下跌，刚刚是涨两点，现在加权指数下跌52点，报价12893，现在9:23。那各位也许说，刚刚涨两点，现在又杀了52点，还是多？为什么？那12871，除非加权今天守不住871，否则这里到收盘就看往上做推升。OK 哈，可是，在推升的过程里面，刚刚涨两点，那现在变成跌55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台积电目前跌了2.5块，报价在395，也就是说重要吗？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说就在于最主要了，就在于我们看到魏哲嘉先生他不是质押了1600张的台积电吗？你要不要忘记哦？对他们这些尖端的科技的最高阶的主管，他们在个人的财务其实都非常保守的。那既然很保守，为什么去质押？我的看法就在于，什么叫质押？就是我拿我的股票向金融行库做借贷嘛，安尼对不对？哎，脑壳人看不起啊。好，那代表就是说，好，如果台积电股价从它现在开始质押开始继续跌，那请问会发生什么事？要补缴啊？哎，补缴。补缴你的差额啊，因为你是拿现在的价格，我打8折，我就你嘛。啊，你股价如果跌呢，那你要补缴差额啊。所以代表说，魏哲嘉先生认为台积电再跌的风险极度低啦。不然他这里他要增，他如果质押股价跌，要去补价差的呢，是吗？是啊。所以我的看法呢，纵使今天到目前为止台积电没有涨，但是是 OK 的，没有框架，没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大盘看完之后，我们要看未来一周，如果台股守住805，这个周循环是涨的，今天在12871之上，今天也是攻坚的，那该怎么看？看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联电的 ADR， 联电的 ADR 呢，在昨天呢出现上扬，其实上扬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股价原本就是涨涨跌跌，对不对？问题是这个上涨 不一样，不太对劲。你说哪里不太对劲？关键在于在10月19号，不是20哦，是19号。联电在10月19号爆出了近期以来盘中的最大量。盘中我们不看开收盘，它在当天 ADR 收盘前还没有收盘，盘中它爆出一个超级大量。一般我们都是剔除开收盘。那么原则上，过去这一周原本最大交易量发生在10月17号。我们讲过哈，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会得出一条未来的颈线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它有没有形成一条颈线？有啊，你就把这个价格得出一条颈线，那是不是股价就压在这个颈线之下？往上突破就往下跌，往上挑战颈线被打下来，挑战下来，挑战下来。挑战下来，它过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点，10月17号，在5.93块爆出一个大交易量，所以呢，这个交易量形成一条叫做压力颈线。可是，在10月19号，各位不要忘了哦，商品价格本身叫领先指标，所以我们为了希望能够评估预测一档个股未来的涨跌，我们只好用各种方式。为什么这么难？因为价格本身就是个领先指标啊，我们要从落后指标里面去评估一档个股这个领先指标接下来怎么走，当然难度就高啦，所以要非常小心逐一做比对啊。所以你一看，哇，来了，它要涨了，那这个 B 呢，665万股，那个 A 呢，399万股，成长了90%，对不对？好，在5.86块，所以就出现暴涨。你看到昨天联电的 ADR 是涨幅高达4%，好，这叫第一个。你说这是 key 金 A 啊 key gay 对不对？那我就觉得就看啦、因为联电 ADR 是科技股的先行标的，你说是吗？啊，就看吧。各位请看哦，黑色的是联电的 ADR 的价格走势，过去这一个月，绿色的是台积电。红色的是加权指数，紫色的就是蓝色紫色的叫费城半导体。OK 哈，我们把过去这一个月把联电 ADR
台积电、加权、费半放在一起做观察。那你先看联电的 ADR， 它是不是个先行标的？也就是说，这个 ADR 只要在跌，然后台积电就跌，加权指数也跌，费半也跌，这是个事实。相对的，联电的 ADR 在往上涨，台积电涨，加权指数涨，费城半导体也涨，这个黑色的往下破底，破底。那请问，台积电、加权、费半要不要跌？那绝对跌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先行的。好，我们事后来看到目前，台联电 ADR 现在在这里，阿力干嘛够再来嘞？啊，第一个大盘守住12805，第二个今天强弱关键12871，第三个联电告诉你我要做反扑了嘛？什么事啊？所以我们持续做观察。好，各位请看哦。那你说，那我们看外资的评价吗？外资的评价各有不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好像我们每个人、每个台湾每个分析师，你在看一些网红一样，每个人针对不同的议题，他提出的看法各有差异啦。那到底是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？公说公有理，婆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我到底看什么？我感觉做总平均。台湾现在每个人都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吧？那你自己有衡量的准则？那我怎么准则？我想听萧二敏，然后听顾奎国，对不对？不对嘛？你就总平均嘛，我觉得这个最公平了嘛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这是 Bloomberg 统计，一直到昨天截止，这是最新的数字。全世界总共25家专业投资机构在这里针对联电，我们2303的联电出具平等，他怎么看呢？他的看法是这样：总共25间，好，总共25家。那这个字比较小了，所以我把你放大了。OK 哈。他说，今年预计啦，联电的每股盈余是6.89块。那个5.59块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这个就是说，这25家投资机构里面，针对联电看最保守的，他认为联电5.59块，给你啦。为什么是6.89块？你看完啦、最乐观的认为联电今年每股盈余可以赚到7.26块。那我到底是看5.59块还是7.26块？那你就自己评估啦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帮布伦伯格帮你统计了嘛，他把所有的统计数字摊开来给你看嘛。你觉得台积联电应该赚7.26块，那你就看7.26嘛。你说啊，无来就烂嘞，他啊联电也下市啦啊，那你就看5.59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可以嘛。好，那这个4.48块是什么？是去年，也是去年的10月20号，当时统计出来的资料认为联电今年赚4.48块，可是过了一年了，到10月20日，今嘛平均6.89块，今嘛平均，那这个6.89块，那为什么联电一直跌呢？你讲的很有道理。我们看右侧，右侧目前针对联电全球总共出具评价的23家。平均预估联电每股盈余明年，因为我们股票看的是未来，每股盈余是落在5.37块，乐观的看明年的联电7.23块，保守的讲一探三口高，懵掉吧？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那请问你，那我到底该用哪一个来看联电的位阶到底在什么位置？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那这些评价值不值得我们信赖嘛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好，来，你就看什么呢？就看近期最近，刚刚看的是从一年跟现在最新所有机构的评估，那我们要看这些机构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失之偏颇嘛，我查就追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比方说一礼拜前7天前认为联电1.95块，就是第三季了啊，1.95块。好，认为第四季，就现在的第四季，就是10、11、12，1.68块。明年5.37块，这个变动不大。好，但是一个月前认为是1.93块，然后这里变1.95块，这1.68块一样，这6.88块变6.89块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差距不大，有微幅上调，这里是1.7块啦，
两个月前是看1.7啦，那现在调升到1.95了。两个月前看1.58，现在1.68。那请问，针对联电，两个月前估联电跟现在估联电是往上估还是往下估？往上啊，往上啊。好，那联电既然往上估，股价合理吗？那你就用眼睛看，因为联电大跌了啊，对，所以你要用心的看。哦，为什么大跌要用心看？各位请看哦，你静静的看，因为这张是什么？红色的是联电的股价横的是联电的本益比，也本益比 ，OK 哈。所以你一看就知道，2017年、2019年、2021年，联电当时的股价本益比到几倍？我哪知道几倍？哥，他不写在这里吗？25倍，所以你不就得出一个结果了？以后联电25倍，我真的要踩个刹车，没有错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看过去联电标准股价本益比的波动，这里是25倍，这里是15倍，这里是25倍，这里是15倍，这里是25倍，这里是15倍。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过去，哎，联电的平均本益比卡底下是20倍，25倍。25倍该站在卖方，15倍要买进，25倍卖出，15倍买进，25倍卖出，啊，这都对哦，怎么做都对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们看这一次15倍买进，它破底，它是不是破底？对吗？啊，因为大结构差嘛，所以它就破底了嘛。那你就算嘛，目前的本益比大概只有7倍嘛。那么7倍是属于高位接还是低位接嘛？你觉得这个点？我来个半扛联电后，哎，讲但是迄个美国针对大陆商务部这个晶圆全面的设限，这对联电、对世界先进是超级大力多、啊。什么是啦？你说啊，就设限？你以为只针对先进制程吗？只针对先进制程的设备吗？如果下一步针对它所有的商品设限呢？那台湾的晶圆代工会涨到翻掉啊！你说会吗？会的。所以你说，那我到底该怎么看？好，我们可以利用反转指标来，各位请看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联电，上图是联电的 K 线图，底下叫 KDJ 的 J。那为什么只有一条？哦，因为太多条，各位你们看不清楚。KDJ 就只有三条，一条叫 K， 一条叫 D， 还有一条叫 J。那因为 K 跟 D， 我觉得成功率不够高。所以我就把它涂掉了，我就用小画家那个，我把它涂，我就把它涂掉了，只留下一条 J。所以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J，KDJ 的 J。那么 J 本身呢是0到100来回波动。那我们把过去这一段期间，这半年来，这半年哈，联电的三个低点跟一个最高点，我就把它画出来，三个低点就红色的，一个高点，我就比对。底下的 KDJ， 也就是说这个 J 有跌到0有3次，来到100有1次。那请问你就静静看这张图，我该怎么做？就这样子而已啊，你就做到天下无敌啊，做到锐不可挡啊，六黑这期没法走，这跟做一样。你讲的有道理，这里叫100，你要转个弯啊，你不转弯我帮不了你啊，我只能说你就静静的看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你会看得懂。如果我看不懂，那就慢慢看了，不急。OK 好，这里叫零，这里叫零，这里叫100。好，你问了我也不回答你，你告诉我肖敏，这里就是零啊。哦，对，你就看嘛，你要自己体会，你要自己体会啦。那我为什么不画这里？我为什么要画这边？对不对？哎，从前讲过了嘛。是这里，好，三个零，这一个100，这里叫50，这里叫50。你说小敏，这里也是50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就看啊，你就看啊，你慢慢的看啊，你不能什么都要告诉你啊。你不看我讲的，你又说你听不懂，你要自己体会它。你就已经全天下无敌了，你还要我怎么跟你讲？你去看，也就是说。你在这里买，
买联电，加倍联电，这里叫这一叫零，这里叫五十，这里叫一百。你这里买联电，买到这里卖出啊，半港联电，安尼听有没？嗯，不是这里卖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空联电知不知道？好，空联电，联电从一百跌到这里，是不是五十？加起五十，然后你就续续报，报到这里，联电平仓买进联电，哦，所以买零空一百，买零对不对？你说，可是这里它没有到一百啊，所以我没有走啊，结果破底啊，希望你害我套牢啊。那就你不对了，又是我不对。你静静的看，这里是五十，那请问这边是不是五十？这里是不是五十啊？是啊，那五十应该在这里啊。那我为什么画这里？你画错了，我怎么可能画错？我每天画，我会画错。那为什么不画这里？为什么要画这里？你用眼睛看呢、啊？然后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是零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各位就慢慢看了、啊，总有一天你会看得懂。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 Line@ 啊，也祝福所有好朋友未来的每一天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